一早上的10点多啊，今天呢，2021年的3月28号星期天，那么社长现在在学天宫关圣帝君庙参拜祈福。啊，我们昨天感谢关圣帝君，还有协天宫的周仓将军、关平太子，还有协天宫的众神们，昨天我们降牌成功，1030。昨天我们中了1030啊。中了这3支牌，感恩感谢我们协天宫关圣帝君啊，感恩感谢协天宫的关圣帝君，还有我们周仓将军，还有关平太子，啊，我们中了2支啊，那么这个礼拜总共中2次，2支，第一次礼拜二1014，这个礼拜都公开，下礼拜开始一律不公开啊，要牌子就是要收费的啊，吃红啊。